没有啊，好啊，你看看有毛没有？认真一点，你是今天整个观众代表啊？因为刚刚下雨，他们都跑掉了，没看到我精彩表演。他雨停了，正好我们俩表演，有毛没有？很仔细啊，很仔细啊，没啊，好，你好没啊？啊，那你是。
但你是否吃饭是掉在一个酱油没关系。啊，这边是个范例，有没有问题啊？啊，宝宝海老，来拿着话筒，没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圈没问题，圈绳子也没问题，我腰有问题了，你高一点。这个圈更平平常一点，哎，不要紧张了，啊，不要紧张。圈儿没有毛病，绳子没有毛病，怎么办？啊，绳子放在圈里边，看着不雅。我喊一二三，就会发生变化。注意，看着啊，一、二，吹口气，三，拉过来。好，好，好。这时候可以给掌声，可以给点掌声。哎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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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不这样啊，明天就是中秋，这样啊，我呢把这个节目奉献给大家，给大家做一个表演，我把这个秘密揭穿了，明天中秋呢，大家在家里面开 party 开什么，将来不管是生日什么吉庆的日子都可以表演，好不好？注意啊，看好了啊。绳子跟圈没有毛病，看好了，拉出来都没毛病，看着这边也没毛病，都没毛病。注意，有毛病了，在哪儿？问题出来了，把这一个绳子头掏过来，大拇哥把它扒拉过来，再激震起来 ，OK， 明白了吗？啊，你来表演一下好吗？哎，哎，把掌声给这位小妹妹。来来，我来给你当助演，来来来。表演完了以后，我有很好的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好啊！哎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，哎，站好。OK OK， 摆好，摆好，这就直了，站直了。哎，要有点艺，要有点艺术细胞啊，有点艺术细胞。哎，别别，哎不不，你这打僵尸的，看好啊，这样干好。您这个手，这绳子过来，不，搁在这手上。不对不对，我在讲话，好吧？听我的，听我的，来，听我的。翻过来，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就过来，搁一个头，搁一个头过来，哎，好了，一蹬就马上蹬开了，所以，哎呀，有问题了，有问题了，哎呀，要虚心就不会有问题，你看看我教你怎么虚心，怎么来有没问题啊？其实他没问题，哎，我们说。其实他没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因为明天就是中秋了，我们要热情一些，连欢一些，大家高兴就是。你看，我就是在他表演的时候把这个圈转了一个个儿，他这个绳子打了一个口，这样呢就解不开了。今天中秋解不开，到明天中秋解不开，这样我们这回不做口，让正儿八经的表演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好了，好，一进老师，请您发大点声 ，OK， 来，在这个。面向我们的观众，啊，单手站着别急，面向观众鞠躬鞠躬，哎，面向这边观众鞠躬鞠躬，鞠躬鞠躬，哎，还有这边的观众，啊，还有稀稀拉拉上面的观众鞠躬，哎，好，我们的小魔女要开始进行表演了，好，好，掌声欢迎她。好，来来，你拿着这个，我要送你个礼物。送你个礼物，什么礼物呢？有礼物啊，很大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。
祝在座的朋友们健康，节日快乐，谢谢。